这段时间，咱们走过很多地方，我特别喜欢这样的生活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不管去哪儿，不管做什么，我都特别高兴。我每天就是高兴的睡着，然后高兴的起床。有一个词形容一个人特别满足，那个词是什么来着？心宽体胖。呀，我最近是有点胖了啊。但那个字儿，它不含吧？ 没关系，你说念什么就念什么，只要我能和你在一起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心宽体胖。陈冠，我想好了，我这辈子就只有你一个，我赖上你，打死也赶不走，打死都赶不走。嗯。 是因为真打死啊，就是稍微给留一口气儿。行，你高兴，这么说你是答应我。岁月悄然清晰，有几多风雨，难过足迹，你是我此心。